提醒了，就是等于是那个写的那个写那个什么东西上面写的就是姓黄的问题迟迟未决，所以做过激的行为扰乱社会治安，然后拘留了五天，拘留到6月4号出来的。6月4号，然后警察又把我来接出来，从大兴看守所接出来，把我送到是那个送到那个酒精庄里，然后又我们当地来接我，然后又在这个接机站关了一晚上，然后又是火车接回家，我们那户籍警来接我，都没带我回家辖区派出所，直接就把我，他说你到哪里，我说到地铁口，他就给我送到地铁口，好了，没事了，就完了。什么目的？我就想着政府能早点面对我的事儿，不要不面对啊，对吧？他老是不是说独自侵权造就很严重的后果，以后你再严重的后果你总要解决了，你总不可能让老百姓的生命来为你们的腐败独自垫底了，对吧？哎，虽然说我的事儿这个平台不是政府搭的，那我事发半年以后我就在求助政府了，什么时候死老百姓的，什么时候生好多事儿人卷在里面，什么时候伤残的，什么时候死亡的，这个时间都是面对全球人民的，这有什么好遮盖的？现在的问题是人民不管他们伤残的死亡的家庭怎么说，那我总不要先给我说法，停止对我的侵害隐私，对吧？然后怎么样对我有说法，然后再慢慢的后续的问题怎么样去解决，你总不可能捆在这里永远不解决不面对，让你就是随便你怎么折腾，我一个人民都觉得丢脸，我不知道国家政府怎么不觉得丢脸，你懂吗？让别人外国人都看着我们中国是无政府状态的，对吧？这种冤冤相报不是说何时了的问题，这种冤冤相报是不必要的，你懂吗？很多造就的严重的伤害都是不必要的，他们还要这样，我怎么办？我也没办法。我喊我说冤枉，到底我说要等死了多少人民了，你们才能管一管，对吧？为什么你们会这么为人民服务？我已经求了政府2年了，对吧？实在没办法，我说毛主席你起来，我叫毛主席起来了。然后警察叔叔说你毛主席睡得好好的，你叫他起来干嘛？你别叫，我说不行，你们不管我就叫毛主席起来，我喊毛主席起来，然后就警察叔叔把我带到天安门派出所了，然后就这样了，关了5天出来了，对吧？但是没有办法，像我们人民要信访，主要是什么呀？政府要面对我们的问题，怎么样解决好，对吧？大家都协商好，怎么样解决好？你要多方的协调好，让这件事情彻底的怎么样？让每个人都能回归平凡的生活。你们该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服务，我们该怎么样的好好上班的好好上班，好好做事的做事。那现在事情纠结在这里怎么解决？对吧？不能看着我一个人跳着折腾，多丢脸！你说。祖国也丢脸，人民也丢脸，政府也丢脸，这么多方面都丢脸的事儿，他们就不解决，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搞不清楚。或者是对，现在科技大厦从这边上。